亏呀亏呀，二零一六，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号上中午12:13，荣耀塔直播开始。应该头几只拢好拍啦，而且后壁第四、第五了，可能就要变命啦。出遮紧哦！对啊，所以讲就是差伫遮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工打？资你若无够，工资你若无够，就伤憨嘛，是不是打黄就好了啊？啊，小怪，那等一下拉下去慢慢打。袂使啦，救走无得来救啦，一个救了，阮退伊个啦。安尼哦。好啦。即甲顶真正啊，算个迄样个五三八，迄同款意思啦。迄伫遐拍个是，讲真你有够拍会完啦，讲真你无够就拍袂完。我今日拍偌济算偌济。啊啦，拍偌济算偌济啦。爱拍伊个要创啊啦。哦，白痴是，莫拍迄啦，拍王啦。拍王了啊你。哈啦，拍红鹅啊啦，红鹅拍袂完，那个拍细只有无？哦，第三只要出来啊！来来，拢拍红鹅，拢拍红鹅。所以选择不能一只死人哦。迄毋是啦，我毋知啊。你第一摆起来较毋知呢，爱甲我讲一下啊。无啦，迄可能到今年算迄半改款意思，迄种小，迄算小怪啦。但是咱冻会掉啦。哈啦，迄算小怪，但是爱冻会掉啦，剩迄个拍。拍猪怪就好啊啦！怪无敌出自个出现啊！哎，跩小怪算出来咧乱的啦！不要紧，佮伫拢经迄落三楼守护者迄种的，还是二楼守护者迄种的？啊啦啦，拢拍我的猪怪啦！一二三楼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。哎，三楼守护者，三楼守护者。怕守护者哦，啊！大飞龙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往下往下，往左下往左下，全部都往左下，往左下走、哦。全部拢个离开视线，看第看迄个第三只，全部拢离开视线，互伊无看到，无看到了后，啊，让花敏去拉就好了，花敏去拉嘿。花明，你出去救一只出来。哦，花明救了，花明救了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变啦！变啦！哇，两只来嘞！哎、欸，来，安尼上上上。拍干一只较紧。拍干一只，拍干一只，看要拍倒一只。拍仆人，先拍仆人。无啦，仆人是迄个，仆人是来乱的呢。啊嘛，是清掉，无变啦。魔化龙啊，是迄个啥？哦，魔化龙，魔化龙。啊，是走。啊啦，拍魔化龙啦。反正拢比迄种个小，比怪比较大只，迄拢是算怪啦。啊啦，较细只，迄拢算迄个来乱的就对啦。哦，即个小怪嘛，足硬的吼，飞足高的。硬哦！我讲你拖小怪，你拖小怪，你拖两三只，你就倒啊啦！你就一定要顺伊的啊。安尼。所以唔捌几摆拍过啊。还是顶一半的。我算五神，五神八的时候，我捌算过。啊，模式拢同款。嗯嗯嗯。啊，就是讲拍主怪啊。啊，边啊有小怪甲你乱，
啊，本来啊，那人坐入来就是，那拄着小怪咧乱的时候，叫两个要去拍，啊，剩咧去拍主怪安尼。啊，顶一半嘛是同款啊，啊，拄着进就是拢米来即个所在，拢米来是即个角仔，后尾啊，再搁叫一个较有才调的去拖怪。啊，拖拖只规日只龙安尼，啊，无无法度啊，为了拖得掉啊。我看嘛是安尼。一定要有在啊挡会掉的人去拖怪啊，啊，搁会当拖一只鸟啊，拖第二只就爱灭团了。好啦，来，较提咧。哦，龙叔打你起皮哦。那有，等下拍牌大人做一分啊。好啦，不要紧，拢无啥哈，你。嘿啦，袂要紧啦。好啦，这是合团队合作，这不是你很老的。对啊，啊，这是叫团队合作，这不是说你太老。这样才有团练的感觉。啊，对，花明你团两只哦。不要紧啊。哎呦。先拍对一架。看看拍对一架。手。骷髅啦，骷髅守卫，哎，什么？五楼守卫。哎，荣耀守卫。啊，对。哦，长老在这新村。记者时间呢？长老。哦，黄金吸到书啊啦，吸到车啊！哇，第八关！卡落来，下来一点等。啊，卡落来。卡落来，互一个出去拖就好啊。系啊。无到时念小怪，佮拖过吼，你大家都爱平就算啦。快点拍袂着。点袂着啦！点了洗内底，洗内底。有啊！有啊，迄只就死啊！哦，做歹点。黄金哥，你敢有宝衣强化石？用宝衣强化石来挖啦！拍骷髅，先拍骷髅。
下上拍鼓咯。黄金哥不理阿西吗？帮我算这一下，我有意。那个石头，一只咱只放去啊，迄只唔通去动。若到五三八咯，无共，若拢共款就对啦。迄只唔通去放，迄只唔通去动啊。迄只讲起伊若无够吼，规个拢去哦，伊个安息啊。讲起伊若有够的时阵，十号伊才拍完，但是十号伊才物件上侪。不要緊啦，拍幾隻算幾隻嘛。對啊對啊，拍幾隻算幾隻，沒差啦。動作來練這經驗的嘛好，啊來團練練到感情。那是我進前啊算那種的。來殺！人爸先知道這意思而已。嗯。人多，說一日有夠，喔，啊，拍會完。啊！若拍袂怪，拍袂完，就是拍偌济算偌济。对啊，来遮联络感情嘛好。哈、啊！啊你！你若行出去吼，你若行出去拄到迄只十楼迄只吼，迄一下就倒啊。咱即阵的阶级就对啦。你了不起二转尔，哎呀就是下就退去啊。哎，我较提咧哦，较提咧哦，莫看哦嘿。应该嘛无啥时间啊，会使差不多搁拖车来，拍会完就直接拢冲出去啊啦。伊这是几分钟啊？伊十楼已经出啦。要差只啊？哦。要拍倒一只？拍一只衣服，火神一只。哦。这只拍了拍骷髅。拍了，唔知道。啊，法师老体会记落记落，嘿。咱这三只啊，拍完哦，就偷笑啊。啊，就算偷笑啊啦。两分钟结束。过来拍一下骷髅哎！啊不会啦，骷髅拍死啊，画面拍死啊。哦。拍衣服。到别个方位点着，只好拍这无。不要紧，嘿，这只要死啊！来，上。大法师，拍偌济算偌济啊！哎呀，这只会死的啊！哦，这只会讲电的。大法师。哦，要收嘞。四只嘞啦，不是三只。哈哈。佫有一只恶魔币内底拢无看。这电的有够痛啊！大法师，好死。哎呀，大法师也是，个走！安尼，这甲迄个顶一班的迄种的五神八同款意思啦。水，恶魔！哈哈，恶魔拍袂完啦！不要紧！不要紧，好啦，拍偌济算偌济啦。苏打绿，甲报警，苏打绿。
我改他报几啊台？甲顶一半的五千八，拢同款意思啊。会来了的啦。耶！哎对啊，好啊，飞会当飞，你若要站袂住就飞啊啦。嘿，所以讲伊会按时啊，下就死啊啦。系啊，哎耶，好。嘿啊，电池管啊是迄个有在了动的人吼，先冻掉啊，后壁去拍啦。而且还个贵啊，较早阮咧算的时阵还个贵啊，迄个腰间啦。来，啊积分要先互啥人？来，不要紧，先哦。会登来，城堡啊！我这边有八分。内城本啊，来内城，全拢来内城。哦，来内城啊！我有三个积分，六个比特币。比特币免啦啦，比特币老嘞。哦。哎啊！积分得啊。啊，积分啥物用？无啦，先等到十单位啦。伟哥，你全部收，然后看全部平均得啊。好啊。我伫伟哥来搬倒啊！我伫迄栋无外口。内层啊，内层。像，恁去内层等我，我用等的机船。等下，我咧交易哦。OK， 过来。好。来吧。来，你拍你者，我拍二十一点。好，我看偌济，啊，看要先互一个人无，还是要安怎？拢互恁啦，不要紧。无啦，会使。无啦。好啦，以后若有机会先到迄落啦。花明，你差几个？花明若较济，就先互伊，无要紧啊，先互斗互够啊。我嘛是会使啊，无问题啊。来，还有谁？还有谁没有拿？反正咱是来算的，无啥差啦，不要紧啦。哎，花明，你看一下你的积分多少？安尼，我搞我顶个届拍嘛，纯属花明好啊。我顶个届阁有拍几分啊？好啊，拢起来，我做一届给伊。我找一个，我有淡薄仔目花，我这一包伤乱啊。今日有人要去团衣无？要来困啊？好啊。安尼无少少困就好啊。我过来冲一下九十一的。还有谁没有来？都来了哦，都拿了哦。伟哥，安尼一届拍几分？我看卖，我只有46分。哎，再搁传出来。蒙屋外面。花明，都先给你啦，让你先凑满。看你那边还差几分，你讲一下。我这边有46，都给你。没关系啊，你先拿去凑啊。哎呀，反正要打还有机会啊，没关系啊。ID 的79啊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搁拍两抓就有啊，没关系啊，200简单啊，再打个两三趟就好了啊。啊，你啦，你的比特币你就留咧啊，下一次如果有人进去打，花明你就看啥物人要起波比特币，你帮伊出一下安尼啊。OK， 看你啊，咱即摆人伤少啦。咱拍一遍有60分哦。我40，卡到摕46号花名啊，看伊卡到拍几分，我也知。
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六十吧。哎，差不多。对啦，哎，差不多啦，五十二分，差不多。小怪无拍到，无小怪嘛有。嘿，小怪嘛有啊。明仔载再搁练习一下好了，明仔再照一挂了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样喽。今天我搁你开直播，我袂当你遮耗太久了。飞哥，古巨是飞来给咱看到啊，还是爱去吹？古巨哦，你飞过往下中往中间走啊。巨人长老礁吗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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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都看得到啊？过吗？伊若无你若无看到是爱袂出啦。好啊好啊，我要进来练功打宝，赚比特币了。那要爬山，连刚中周二每天中午可以约一下，然后再去打。好啊。因为即卖比特币毋是够解，大家拢毋是解普及的，所以无多一间拍几啊场。等若比特币大家拢较蠢的时阵，再来拍几啊场。哦，对啊，晚上打成的时候也可以打完，或者是要打之前。哦，阿凯上班啊。嘿嘿嘿，你看直播嘞。晚安，晚安。变形怪首领之戒有什么好？变形啊，也变哦。也变身啦，迄无好啦。变身，对死诶。嘿啊，伊分左，伊有分左边、右边哦。我怕着左边、右边。嘿，迄无好啦。你变骷髅甲狼人就无效。安尼长老我看着，较早是二十分出的，啊二十，昨晚二十分四第一只，安尼第一只毋着四十五、四十六，吼。还要有也要搭长老列车的，注意听哦，嘿，时间差不多那个时候哦。他们去困有机会啊。什么？花明去困有机会啊。啊，搁一个黄金哥的啦，你袂记啊呢？啊嘛，搁一个 MVP 哥，哦，伊两个拢嘛足够级别呢。你早上才吸到而已，又没吸。来，请看 VC 啊。吴一，你要进去拍石头啦。啊，吴一嘛早一睏啊！啊，无啊，无啊，先练练九阴。哦，你上团区了你？好啦，我说我先练到九十一，等就要去打宝一个啦。你还没九十一哦？会啦。你个你八五呢？不啦，我伫九十区啊啦。哦。最后20%都九一啊，就要来去宝一啊。看我倒一个下晡拍三粒石头无啊？是。对啊，因为我欠三粒，我算二阶。
暗时拍人较会听。先提予你啦，你到时阵拍我就好啊。哦，好啊，我一定打给你，但是不知道我有那么好运。那你开三粒是我多啦。可以啦，应该会使啦，而且伊讲下晡较骨力出的话，应该 OK 啦。有啦，那我下早就拍两粒啊。哎呀。那你 OK 的时候叫我一下，看哪里等。好好，蒙古，哎，内城内城。哦，好。阿尼，请记住我、哦，是取业无一。对啦，我嘿，苏打绿。哦，开啊。我同谁啊？我同谁啊？我用跳跃啥？因为看全开全银幕。感谢你的爱。没，我已经记住你了，凯。你若差十几粒，我就无倒啊！你差两三粒，迄个我倒。你咧讲我呢？你咧讲我差十几粒呢？我真正搁差十几粒的啦。哦，我有了，就是。我搁拍一工啊，就有啊。双开拍一工，我无你双开啦。我敢若顾这只都顾袂好啊，佫。看要睏，我都拍一本册哦。有啦，有机会啦，有拍就有机会吼。鞋仔看尔，嘛毋知先出对只呢。这个人群走，这现在猛黄金哥，黄金哥卡拉西加弄我吧。哦，中间那一只，哎，然后嘞，哦，中间右下，然后最后两只一起出就对了啦。左上中下上OK Thank you 还有了解位置啊、哦咱 MVV 哥努力解说，哎，七八打到跑了哦，七八怎么都不说话呢？七八出现了哦，你那怪怪啊，拢莫讲话哦。嗯，我那叫妈妈拍来姐，来姐，你对。你对，
邪恶啊！哦，伊甲我讲出句个了。邪恶呢？伊甲我讲一款啦，我想讲恁咧含我耍咧，我袂出小伊讲，我想嗯，哪会甲我冲晕？来就走啊！他走了啦，应该不会来了吧？好啊，要再来跑，要来练哦。闪！啊靠腰！认到伊啊！我已去保二区啦，唬你我。辉哥，你外叫长老。长老出了啊！出了。哦，阿伯你。哎呀，那啦。啊，老师啊，我搁认到伊哦。邪恶之王姐来插脚啊！邪恶呢？邪恶呢？好，来来来，水来水来。靠背。啊，你讲啥？邪恶之王姐呢？水来水来。变啦变啦变啦，搁走去啊！阿妈要来等啊，阿妈要来等长老啊。哎，了一场保二拳。又搁了一场保二拳呢。我徛伫遮要搞验证，真正有影。哎，四十六分呢，怎还袂出？单单是上几个？哇，阿凯。哦。出来呢，出来啦，阿凯，卖花呆啦。用传灯来，无验证哦，一个人无验证吧。智力十，左上吗，威哥？右下吧。卡到 VIP 哥是攻右下啊。对啦，人拢飞来遮，应该是遮对啦。接出去，不要逼哥一种啊！
苏打绿最是。你派的最是啊呢？点个？啊无咧？一只生鸡翅，然后要点了。顶管顶管，不过祭奠嘛。我最近拢今仔日拢捡到啥物智力石啊，啥物石、啥物石，迄拢石头。嗯，没东西。49分，好啦，我记一下哈。
凯，晚安，晚安。
鲜虾酥是送的啊。别换无啦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用攻守，我用攻守跟攻守臂甲加戒指跟你换啦、啊。他好像是昨天入盟的。是哦。嗯，最近才入的。应该是看直播来的，看公主直播还是你们的直播来的？可以咪看看他，我咪咪看。不理我，他不理我，他都没有回呢，那是不是别人的分身啊？可能了，也有可能啊，他都不说话的呢，是怎样呢？应该也没有在 RC 吧？没有。难道是敌盟派来的？因为他还没有转呢、啊，他那一只也没有转身。对呀、啊。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人家的分身，一种是刚好新进入的玩家这样之类的。哦，但是看他也在那边待蛮久的、哦。对呀、啊，会灵转在那边待蛮久的这个，哦，嗯，对啊、要鸡巴怎么样？请说，请说。应该无颜色吧，我直接改掉就好啊。什么物件？比如我无流星之戟啊。哎，流星之戟改掉，然后那个点点也改掉。那个点啊，原点那个也要改掉啊。就是我有火之。你有火之，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。你有火之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哎，我再打一次，我帮你改好了。我有火之，然后。后面是远古，远古哪一个远？很远的远，很远的远。好，就远古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火之。就远古战场的远。远古有星星或点点吗？没有哎、欸。远古双刀嘛哦。
不是，就是那个它在你的原生变成远古这样而已、啊。靠腰啊，阿、啊、嘛是冰裂哦。对，嘛是冰裂。好，等下哦，我改一下哦。好、哦。安尼吧。我靠。呀。可以哦。他拢免拍 ID 哦。啊？免啦免啦免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它是放在武器上干嘛打 ID？ 几秒啊？一百，你设190秒。哦。190。不然我都，不然我都自己用。安尼表示你骨力啦，发班单。呵呵。对啊。109。190。190。啊，有呢，好爽哦！哎，公你讲话真的很难令人恭维。呵呵呵呵呵呵呵。汉哥要的不是恭维，是实话。这个时阵较食饭较慢咯、哦，哎呦，转换时呢，哎呦，又达到了，又达到了。安尼，我今仔日的运气应该伫宝衣，唔是伫个长老。我要上去陪你了，陪你一整天了，陪你等下午了。我等下要来练功啊啦！唔系啦，你唔是要陪陪拍一下波？你嘛，我练一下。我想卡99啊，我还差75%的呢。我嘛要练一下，加减啊练一下。啊，依依哥，你出生了嘞！哪有很快，25%而已耶。对啊，二转而已啊。二转还而已。三转还没开，三转还没开。先卡99，卡着等他啊！不要卡99，卡98，98然后不要上升，不要升上去，不要，是才不会痛。99卡着，人家放你负面魔法不好放，你一死就掉，你就掉级了呢。99还是可以练趴树啊，你打怪还是要有那个经验啊。它还是会往上升啊，只是升了也没用啊。餐应该差不多要开放的，就算死也没关系啦。今天工程完毕，应该不久间就要开放了。就算被打死掉级，要打回来也不难吧？掉级买个趴。买个经验，然后大概就2.5%而已，要练而已哈。怎么样？发现一个好玩的事情了。汉哥怎么样？我觉得今天成战完应该就开放三转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我的圣戒指令哦，好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贴。应该这次工程完毕，应该差不多开放了、哦。我的圣戒指令哦，开放到5转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
是那个转身不是二转跟五转有那个吗？我贴好了，我贴好了，安哥我贴了我看了宝仪有一只 ID 叫阿威呢，迄毋是就是我个样啊。哎，是不是要出长老了啊？靠腰，真的呢。长老列车开了，开了，怎么会突然给他忘记了呢？靠腰来，这死腰精。吐干。哎，仙虾叔在呀、啊，死都不回呢，他还会来打长老的呢。打只打长老而已啊。是大鱼岭的仙虾叔吗？就是今天，哎呦，今天我有个长老都没有吸到书哎，好。对啊，今天长老都没东西。那你昨天吸五本。欧瑞海神吗？啊，开始。好想要戒指哦。阿哥，欠一个好玩的事情呢。什么好玩的事？会自己自动跟娃娃，高层连点成是跟着你，是不懂，在蒙屋看，我跟你说的简单一点嘛，是那个法师会跟着你走啊，啊是哦，你不用点他，不用，怎么可以，在蒙屋吗？不用啊。
那是他发生错误了吗？哎，你敢有人开司法无动作啊？无。昨天他们在打，对，很明显，这都开司法无动作、啊。你注意看我的那个法师跟在后面哦。你教我们嘛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啊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当连点程式啊。哦。一直点你的人物，哦、对不对？不视窗化。哦，可以啊，连点可以开啦。视窗的啊。对啊，你视窗可以开啊。对啊，是这样，我这样不就好练了？就是你走路不用再控两只就对了啦。对对对对，还要切画面。不是这样，他就不能帮打啦、啊。设定开始跟结束就好了啊，我只要他跟着，不用去走路，然后看顾他。好啊，这对你们近代来说是个好事啊。被乱比较不容易死。练功练功了。那昨天跟 Rock 打那真的太扯了，他们一定都有用司法舞动作，然后可能打一打他会突然间加速。太扯了。很好玩的昨天啊。
抓分的比例还是重的。